我们得跑十二场的，做的不好就要跑五六千公里，我们只是在个周围。对啊。哎，你行，就怕不行，我都不看到返现的，就直接做保养的。但我去年过，我还不是拉给我送的保养呀，然后又返了的线，然后在四 S 店都。去年啊。哦。四 S 店都。对啊，就是都买车啊，我电动啊。买车我电动啊。啊。人家阿姨的都是可以哦，他送的保养质量是比外面好。所以我用的都是阿挂，都是阿挂。我今年到时候看哦，然后到时候看我怎样定。哦，哎，你去年买的时候有到哪个保险吗？平安的啊。平安。我用只用两家平安和人保，其他我都懒得用。平安的就是啥呢？平安的服务呀，反正都是线上服务，现在基本上。平安和人保两家差不多，医生理赔嘛，不得那么多了嘛，保障性要搞定了嘛。哦，理赔保障性搞定，相当于你如果中了，就算顶挂中了嘛。哎呀，基本上没得那种好事的。没那个好事。在农村还可以，在老家一些地方也可以。哦。看你俩兄弟在这，俩兄弟。啥子？来。猪猪，看嘛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摸啦，哪些兄弟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？哎，我车子留下。哦，平安的话，你要不要还算了不？算的都很，你是你要搞哪家不嘛？搞那个四 S 店都啊，可以喊他算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从这边跑那边保养太鸡巴远了。没就只有没平安的，其他的医生你要算下其他的不是吗？哎，都是平安不叫平安保费是。保费应该也搞不到现在，或者人保差不多，而低人保的，但是他返现应该也相差不大嘛，应该。那就算了，如果能干的说那种，那就算了，对吧？我都做三天左右。是啊。就夏天你啥子都要到两天就，主要不是停了三天。是啊，反正夏天差不多。啊，算了，俺们这个整理搞的，到明天再看下车道有好用的再说呗。是啊，明天你那个方便出门就在圈内再买圈内那个了吗？嗯，也可以。嗯，好。今天做。小猪猪